我出绿色彩虹朋友，我出紫色彩虹朋友，我出蓝色彩虹朋友，我出红色彩虹朋友，那我出黑色彩虹朋友。扫除失败，黑暗魔王淘汰。啊，为什么明明我出的和大家一样，为什么还扫除失败？黑暗魔王，那是因为我们出的都是彩虹朋友里的人物，彩虹朋友里没有黑色的。那好吧，淘汰就淘汰，我还不乐意玩呢。游戏继续，这次我出熊孩子，我出卡卡，我出妮妮。我知道了，大家出的是迷你世界里的人物，那我出图索。消除成功，游戏继续。耶，太好了！哼，这次我可要出一个男的，你们可听好了，我出一加一等于风，那我出一加一等于甜。哦，原来大家出的是脑筋急转弯版的消消乐，这可难不倒我大宝。我出一加一等于十一。大宝，你这个那根本就不算数，什么一加一等于十一？对啊，大宝，我们的答案都是汉字。切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消掉，不就知道了。我出，大家出的一加一等于风，一加一等于甜，好难啊！到底一加一还等于什么别的呢？哎呀，小雪，你怎么这么慢？对啊，小雪，你要是不知道的话，还是弃权吧。才不是呢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什么吗？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吧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加一等于王。消除成功，游戏继续。太好了，你们看吧，我就说我出的一加一等于十一没有问题。切，你那就是运气好。哼，这次我来出牌，我才不信小贝你能回答得出来。我才不怕呢，你就放马过来吧。我要好好想一想，这次我要出一个超级难的卡片，看小贝怎么回答得上来。嘿嘿，我知道了，我出起源之力。原来大宝出的是迷你世界里的，嘿嘿，我知道了，我出虚空之力。那我出合力，这实在是太简单了，我出精灵之力。消除失败，小贝淘汰。啊，为什么大家出的不都是能量吗？精灵之力没有问题呀。小贝，我们出的都是迷你世界里的能量，你出的是精灵仙子的魔法，所以不能消除。对啊，小贝姐姐，你的精灵之力和我们不一样。可恶，我不玩了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小贝，我就说你答不上来吧。大宝，你别得意，我记得你这次考试可是考了30分，我这就去告诉你妈妈。小贝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大宝，小雪，小贝姐姐被淘汰了，我们接着玩吧。这个怎么办呀？我又想玩游戏，又害怕小贝告诉我妈妈。算了，再玩最后一局好了。那这次我来先出牌吧，我出柠檬。原来是水果啊，那我出芒果。这也太简单了，不就是出水果吗？我出黄瓜。消除失败，大宝淘汰。凭什么？我出的明明跟大家一样都是水果，为什么要淘汰我？不是的，大宝，我和小美出的是水果，你出的是蔬菜。对啊，大宝，黄瓜是蔬菜。什么？黄瓜怎么可能是蔬菜？黄瓜明明是水果。不是的，大宝。就是。不信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黄瓜是水果吗？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